看见美夏女，然后另外一款是放置女友嘛，大家不要搞混喽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款游戏的登录界面都不写名字，有点奇怪、欸。啊，怎么共鸣啊？所以就基本上是卡等的艺术吗？哎，讲到哪里算到哪好了。说这样讲还蛮累人的。特别和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，比一个最爱你的。哦，一剑风关在这里啊！助阵为什么不能一剑风啊？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设计的底线？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戏？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可以再放一次。哎，那就被吃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要讲吉川啊。然后我应该会讲两只吧。加藤有印象，这应该还没。但是我们就整劝他，整劝为本愿吧。先看可不可以过9-2。啊 ？We are ready？ 干嘛修好？新竹小肥。嘿嘿，我就打赢他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是啊，就这样吧。哎，重点给了吗？那结束吧。